在第一消息来看，讲要来提关，咱台湾家己种饲料贩卖的比例，农委会有补助啊，种的农民来种。啊，不过有那分林北港遐去种贩卖农民，发现讲哦，今年这贩卖收成比率减两成到五成。唔忙农政单位会当查清楚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唔忙这介绍收购介绍会当提关哦。来到北港高沼地区的玉米厂，这区业绩玉米第一个月前正值。但近期快乐小农民发现有新路减少，严重甚至有五成无出价，有农民指和经济有关系，希望农政单位会当来查明。即马就是讲，伫经济，这是已经种了，啊是也无种遮，哦，甲农民对经济有疑虑，啊，遮个经济要安怎来处理？哦，农民是要来改变经济的这个品种，啊是咱的经济行。哦，要安怎来甲做一个筛选？啊，伊个拢差有四五捆，啊，倒差有两三捆，还是五六捆，倒拢会一段一段无出。所以，即今年的出生率差有七成外。农民表示，农委会因为国际饲料欠缺，为了提高国内自给率，以每园地收成250公斤为标准，要补助6000块农民鼓励种植饲料玉米。但现在看到上出生率无好，希望农政单位会当来应应。改场推广的这29号的种植，今年育成率特别歹的情形之下，是毋是就是希望咱的政府长官吼会当来甲咱重视这个问题？他所期盼的就是以后的采收量，那现在因为种子发芽率不佳，势必会影响他以后的一个一分地250公斤的一个角胶数量在，所以才会希望说降低这个角胶数量。北港农会表示，北港地区配合政策种植饲料玉米，为去年100公顷增加到今年220公顷，但看拄上出价率无好的情形，目前已经登报农委会，希望农政单位会当勘查找出原因，并针对已经栽种的农民提出对策，以保障农民的收益。记者吴宁报道。